飞之前，我来说一下战术规则啊。战术规则的话是那个机动性强的军刀，然后去里边拉怪，然后军刀重点不是输出，军刀重点是打断敌阵，然后输出的交给超皇和先锋，还有然后仙女座你是肉，所以说你就是最好能吸引大部分火力，然后交战规则是遇到海盗的话，先干掉短剑，先别开火听我说话，然后先把那个就是首要目标是短剑，因为短剑现在是海盗里边最麻烦的，把短剑先解决掉，其次是那个军刀，然后是350啊，最后是激光和那个弯刀，因为比较硬，最好两个人一块围攻，然后你们就是锁定敌人的话，不要仅限于离你们最近的敌人，你们要循环锁定，摁 H 以后，然后 Y 和 T 循环锁定，找那个就是更有价值的目标，就是短剑和军刀这里，就按我刚才说的顺序，然后我们以三级编队这个顺序，然后那个黄蜂跟着那个先锋，然后两个军刀跟着我的彗星。然后现在就这样了，目标是 UEE649， 然后瞄准那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准备出发了，都明白了吗？还有一个事情，我增加一个，就是千万不要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打不过了，你要逃。对，打不过要逃。发现自己被围攻的话，那个发现自己被围攻的话。发现自己被围攻的话，那个通告友军，然后报告你是谁，然后告诉友军你的情况，然后我们去帮你。然后另外是敌人的目标上面是有编号的，他最后有一个三位数编号，你如果想告诉我们哪个特定敌人的话，就告诉我他最后那个编号就行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可以先飞过去649了，我先飞过去，跟着雷娘的彗星走。我来了，你们在哪儿？649是吧？嗯，往649飞。叫什么船啊？随便你。我的交战规则我已经说过了，不会再说第二次。好了，我已经到649，到649以后，所有船先减速，然后我们跟着星座，跟着 Freedom 星座，跟着我的彗星走了。我还没站。现在有两个星座更新了。一个星座是 freedom， 一个星座是叫名字，叫 ID。走，所有船走。记住那个交火规则，还有目标的那个顺序。军刀负责，还有注意友军的位置，别互相撞在一起。OK。你们怎么都比我快 ？What the fuck？ 不要说，就别说这种没用的话，只报告有用的信息。好了，我们进入敌人范围了。好了，海盗出来了。我估计服务器要崩溃。有个 Saber，有个 Saber，有个 Gladius， 先干掉 Gladius。Gladius 十五。OK。先攻。起火！我正在攻击 Gladius 十五。啊，雷娘正在攻击 Gladius 十五。啊，成功吸引 Gladius 十五的注意。Sabre 六。有 Gladius 十六，先锋攻击 Gladius 十六。正在追击 Gladius 十五，操！Gladius 十五击破。我要处理一下那个激光十四，他比较烦人。好，激光十四击破。Gladius 十七，有个 Gladius 十七，注意。黄蜂进场。小心黄蜂，刚才离我太近了。保持状态，各位。Gladius 十七瘫痪，继续攻击。先锋的就没了，先离开一阵。好，Gladius十七搞定，我去处理那个激光十五，太烦人了。对啊，做
激光十，激光十五搞掉，攻击军刀九。我的盾破了，我需要逃跑了，飞盾。收到，收到。先锋攻击格拉迪十六。确认目标是否格拉迪十六，好像已经被击破。他还在，他还在。收到。格拉迪十六还要火撑火。发射导弹。军刀九击破，攻击激光十四。军刀十四，激光十四击破，攻击三五零二十三击破。三五零二十二狙击中，格拉迪十五，三五零二十十二击破，C 三二零有个弯刀在追你，小心点。明白。格拉迪十六击破，收到。正在攻击，请求来人围攻卡特利斯二十八。攻击短剑十五，攻击格拉迪十五。放弃那个，暂时放弃那个卡特利斯二十八，已经瘫痪。格拉迪斯十五追击中。格拉迪十五追击中。谁啊？对，队长机护盾中弹。就是雷娘护盾，收到。刚刚击破的是谁？攻击格拉迪亚斯十七。OK。我被格拉迪亚斯十七盯上了。好了，反咬成功，格拉迪亚斯十七击破。最后一辆了吧？啊。弯刀二十一，先锋攻击弯刀二十一，飞弹攻击弯刀二十一，激活中，一二四攻击中，弯刀二十一已经瘫痪，继续激活，激活中，发射导弹，省点导弹吧，好了，弯刀二十一击破，拳击击破，拳击击破，各级报告状况。雷娘的彗星推进器失灵，死了。其他方面我正常，其他机报告情况。阴灵二死了。黄蜂左翼断裂。收到。巴努撞死了。这。先锋正常，先锋正常。海豹撞我没辙。找一下我的星座正常。找一下那个目标点在哪儿？正常。找一下目标点在哪儿？你等会儿，我重生。我找不到目标点了。哎，我看到目标点了。巴努，你是谁？你现在死了吗？你飞往目标点，飞过来，直飞过来，不要离海盗。我知道，我开仙女了。我看到目标点了，朝 Lancer 的方向飞。Lancer 找到目标点。小心！我去 A 十。你开仙女，我靠，我们三辆仙女，天哪！你们仙女的最高速度多少？找到目标点。又刷出来一个。找不到目标点的，跟着 Freedom 的仙女。野马在撞人呢，在哪儿？先搞他。他把我撞死了。怎么解除限速？X 或者是 IS， 他把自己也撞死了，不用管他了。我开仙女还是自由？仙女，那还行。这个任务还有人没做完，其他人先做完任务以后，先不要飞走，在这地方等一下。先锋去拿信标了。我也去了，队长机也去拿信标了。这一关没有，不会刷海盗，所以都可以下。会刷海盗。这个地方会刷海盗的，小心点。重复经过那个地方，他就会刷海盗。你得出去的时候刷。不过你如果就是不是你惊动了海盗的话，他不会主动打你。
everything will be changed。我这个雷娘的彗星除了推进器，其他都正常，应该暂时不需要修。还能再撑一回合。我一会儿去补给一下，给他顺便维修了。Danger, OK。好了，拿到星标了。王金，你还在星座上吗？这些电脑好像出问题了，我好像没法召唤。先都拿到星标，然后您上机。雷娘队长机已经归位。可以了。Freedom 发生什么情况？ Freedom 死亡，被自己船夹死了。非战斗性减员。我忘记这个 bug 了。不要在自己船动的时候上船。我是在船动的时候下船，也是有一艘星座正在高速旋转，那就是他的星座呀，要不然你以为他怎么死的？我的，啊，你来报道了，我先去修个船，你们有事的话再叫我。OK， 我很快就可以。还在 ICC 努力对吧？先锋也去修船。我感觉我的那个，我的心里怎么那么慢呢？你快起飞，我要叫船呢。我们估计是一个派的。Freedom 我是忘机，正好进 party。仙女可以分开两个派子用，没什么大的问题。哎，我看到 Miki 在这儿了。Freedom 我是忘机。哎，忘机来了，刚上线。啊，长刀进场。加我进 party。长刀、okay. 谁开的长刀？卡克，收到。不好。哎 ，Miki， 你是在加油吗？忘记也来了，我要叫他。WG。二不现在在哪？我刚才上厕所去了。已邀请。收到了。刚才我这船乱晃，把自己的翅膀给撞坏了。哎，我有点不太想开圈套了，他老自己乱转，把自己撞坏。看到。我听到枪声了，你找一下枪声的位置。我没听见，快点我。你有一条船在，刷不出，那卡到空间站了，怎么鬼？什么鬼？我的船被入侵了，要我帮忙吗？他在哪打你？我操！我找看到我的驾驶室里面打我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你直接把我仙女打爆就好。别打仙女，我进去，我能进去。行。哎，我怎么复活的？哦，看到了，我来了。我怎么复活在太空啊？嗯。看一下谁在这里 ，Mickey Chain。托尼仙女的死了，不用担心了，我把你的船夺回来了。OK。对，仙女还是得重新掉。忘机有看到忘机。仙女是自己人，仙女是自己人了，仙女是自己人，不用打。等一下，我把他的，你可以随时叫你的仙女回去了。我一会儿我先把你的仙女停稳。我现在准备进去消心。收到。我先把他的仙女给他那个停稳。你先别叫 Freedom， 我在你船上，我得回去。嗯哼，明白。好了，我告诉你。Landing complete。他下完星，我们直接去 Starfire 去来一场 PVP 竞赛。
那里面特别适合玩这种。你好人吗？好了，仙女可以叫回去了。OK。我现在准备进去。我马上跟着你进。好了，他把仙女叫回去了，时间正好。你从哪边进？我现在在平台上面。哪个平台？我是我停军刀这边吗？还是另外？哦，另外一边，我看到你了。我先到平台上跟你汇合。行。我在你的弯刀的后，我在你的长刀的后面。后面的。我来了，啊，看到你了，走。OK, go。我为什么看你不是红兵？哦，一个派对的都是，哎，不对，一个派对应该会显示红兵。我不是红兵吧？那你进来干嘛？但我还是以防万一出生在自己出生的海盗空间站，进去消一下。好。OK。你有可能又刷成海盗。上楼上，你进去直接拿，我看看他会不会朝你开枪，然后我就知道他的位置。哎，估计会在二楼那个位置。知道，你先去拿点，直接拿点。好了，拿了点以后咱们上二楼。加快，来 C10。 拿点了。C10。 知道。你在哪？我在武器库，二楼武器库。二楼武器库。有一个，刚才我在这边看到，好像看到有人跟我穿的一样，小心点。好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这是我。我去侦查一圈。OK, 应该要一分钟左右。没那么慢吧？谁在外面开火？不知道。我。别打自己人的船就行。没人不会的。好了，应该没事，应该没事，我没看到有人。应该进空了吧？嗯。控制室也没人。我现在看看我消耗没有。没消耗的话，它会很明显的声音不一样。你不用看它，你又给它关上了。你又把消心过程关上了。没有关，它已经是消完了。确定吗？对啊。它消完会有滴滴滴的一声。对啊。啊，那就对了。然后你那边都变成Access denied 的，那就是消完了。对啊，那走吧，出去了。OK。消完了是吧？消完了。消完了。我看一下从哪里出去哈。刚好我们从哪里进来的。我已经在出去的路上了。大块什么情况？哎，看到你。哎。哦，你把我绑住了。哎，没事，我以为你在另外一边。这边离我的船近，所以我从这边出去了。好了，我上船了，我上我自己的船了，别看错人了。OK, 上来吧。OK。OK。现在进入下个环节了，去远航。去耶了，去耶了，然后找到那个远航的残骸。如果不知道远航残骸在哪儿的话，从 Porta Lisa 飞耶了。对，如果不知道那个远航的残骸的话，从 Porta Lisa 直飞耶了就看到了，是可以锁定的。好了。小心别撞一起，我先飞出去。OK, 很好，各位飞耶拉去远航，然后不知道位置的先飞到那个，先飞到奥雷萨，然后可以再飞回耶拉。我已经飞回奥雷萨了，我现在往耶拉飞。直接跳到耶拉。从奥雷萨直接跳耶拉就找到那个残骸了。Bottom travel initiated. 现在有几个人在？我已经到那个，我已经去残骸那边了。我也在，看到你了。大坏有人。残骸那边有一个角斗士，有个决斗士，两个，一个决斗士，一个要清场吗？一个决斗士，一个什么来着？能下去了。
我们现在就两人啊，第三个人不知道去哪了。你得拉他应该是正在往回赶的路上。你得拉我下去 ，Freedom。嗯。在这里杀人好像会长心的哦。不会。咱们俩在下边了吗？对，我去捡一把枪。我现在他们听不到咱们是吧？对。好的，我就在你后面。OK， 我捡好枪了。然后你的枪就飞出去了，我在这儿的。走，去哪儿 ？OK。我们去。我操，我分不清啊，这里很难分清。哎，我就去这边这个空间点。是的，我去。他们应该会出来找我们，两分钟时间。哦，对，两分钟。哎，我们就藏在这里就好了。这里可以看见他飞过来。嗯，但是他如果不从这边进，我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待着。就是入侵。好，走。星际公民烧配置吗？当然烧了。哎，金毛虫怎么才能更小心一点？这边好像，就多了一个短剑。短剑是谁？是他刚才开过来的。你要去哪儿现在？哎，毛虫呢？这边的。嗯，我迷路了。跟着我。哦，找到毛虫了。你去哪儿了又？我在毛虫的门口看到你了。好了，走。要从哪儿进？这个要慢慢进是吧？从正面进是不是有点坑爹呀？你现在是反着的吧？我看看侧门能不能进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前门侦查一下，我拿狙击枪侦查一下。侧门打不开呀、啊，侧门我记得你从外边是打不开的，正面好像没人。炮塔里面有人，炮塔里面有人。哼，我一个人躲在炮塔里面。炮塔里面是从外面可以杀的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得打得特别准。有人在外面。好了，我Mickey 死了，他刚才在外面，我干掉他。Mickey 是不是都不知道他？炮塔里边人我杀掉了。好像没杀掉。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从正前方进，从正前方进。他准备从正前方出来，小心点，别脸着地。扔颗手雷上去啊。OK。小心，小心你那。开门。我听。他们进入第，我们这是第一甲板，他们跑去第二甲板。我上楼，我上楼掩护。OK。发现斯瑞兰萨。呀，我扔的手雷好像要把自己炸。OK。我找到他了。死了，兰萨死了。Lancer 死掉了，我在二层。OK。好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一块推进。还要卡克一个人。我现在进卡克那儿了。卡克应该不会在驾驶座。我知道，我去驾驶座查一下。他在哪？啊，他在驾驶座，他把我干掉了。我操，他居然没死，刚才卡了。他在驾驶座里边，右边后边，背后。果然在 Grim Hex 复活了。哎，我看见卡可的头了，但是，消失了。卡可是死了吗？没死。你死了吗？
我没死，我正在寻找卡可。他刚才在驾驶室里。其他死的人现在怎么办？要去消星吗？我感，为什么这里打死人会有红米？会啊。这边是会死，这是卡肯吗？我操！这个人是卡肯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我前面是不是卡肯。哎，这里只有一条道可以通向它这个下面。看不见了，可以上去问问什么情况了。我觉得哦，我有一颗星，这样子吧，这样子吧，什么？我看不见你的尸体了。这样子，我打完了吗？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发现。我们来尝试一下在游船里面打，来吧。你刚才打完了吗？你们那边？打完了，卡可不见了，就是他好像卡黑屏了什么的。哎，不对，我听到了门响的声音。发现在这里面打还挺好玩的。是啊，当然会长星啊。对啊，会长星。我们到一个 coming link lost 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。伊拉会长星，我们应该去那小行星带那里开，还开部毛虫，还有游船。对，好，说干就干。哇、哦，你也在空间站里面呢、啊，雷娘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好了。你、哦、刚才出来那个人是你，我就说这头盔怎么那么像。对、啊哎、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在肯瑞亚，我跟卡肯先去消个星、哎、你们可以来肯瑞亚，我有两颗星啊，你可以来肯瑞亚那个掩护一下。卡肯你刚才卡了，我对你打了一梭子，我以为你死了，然后我一看你还在呢，还在开，我一直在喷着喷你，喷不死，然后我莫名其妙就黑屏了。然后是你卡了还是我卡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不知道，我们两个都在海盗空间站出生了。前面两个人我都干掉了。Mickey 和 Lancer 我都干掉了。哦。Mickey 是我们两个。Mickey 那个什么，他在外边想伏击，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外边肯定有个人，我就等着他出来。然后 Freelancer 是那个 Freedom 看到他的，然后跟我说他在里面，然后我就哎呦 有人在打 Mickey， 那家伙又回来了。我们俩先去消个星卡肯。角斗士又回来。角斗士打角斗士我觉得要用爆斧，是用没角斗士你只要近距离，他那个导弹奈何不了你。但是我是准备开 Starfire 这种船的。卡可你在这儿吗？我在啊，我在你先锋旁边。你可以，我准备进去了。我现在稍等，我正在降落。对，你们来消星，我把 Starfire 开过来。我可能要消两次，我有两颗星。偏僻的地方，我觉得在肯瑞亚杀人肯定不积分。是不积分。那我们就在肯瑞亚打。肯瑞亚会有别人来，问题是。对啊，我们去那个 ICC 的小行星带开部毛虫，还有游船过去，自己摆个残骸就可以了。可以盲跳的，这个不一定要选中，不一定。对，盲跳。盲跳一个好了，不是盲跳，但是找不回来了，就你知道吗？对啊。
盲跳的话，你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不能跟踪。我想一个，不是所有人都上船。我觉得我们去克林怎么样？克林怎么样？克林我觉得是个绝美的。哎，对，克林可以，克林一般来说不会。对对对，克林可以去。哎，我进来了，注意点。我也进来了，应该没人。三兰 Sir， 你我在三楼那个夹层拿酒呢。我现在在一楼。不，你们在那两个 Starfarer 那里吗？我看到你了，我在你楼上。看到你了。Starfarer， 对，我在 Starfarer 旁边，然后我死掉了，不知道。哎，等等，你那样一按，是不是就把我的按掉了？不会吧？你看一下你的星还在不在？对的，对的。你按的话，别人的就掉了，这是互相。那你先消一颗，我先消吧，然后我再等你消。三兰 Sir 还有那个Vicky， 你们都来那个，这是哪儿啊？我在一楼了，现在。对，都来 C 零零吧。然后我们、哦、你回到欧战了是吧？直接去科林，直接科林，然后我们就大乱斗就好了。不要分队伍，大乱斗好了。然后在那个游船里大乱斗，给五分钟时间，就是，不是给几，给点时间让就是对，就都确保不被人找。你在走路吗？那个卡肯。不是啊，我就在原地。有人在走路，小心点。哦。因为游船比较大，你可以分布各个角落啊。哎，好，你的那颗消完了，让我消一下。行啊。你是在消第二颗还是什么？我看一下第二颗要不要消。行，哦、那还要消一次啊？那你消吧，那你消吧，你消完了我再来。我先去找找那个人在哪。Okay. 嗯。对啊，在耶拉那里杀人会得心。对啊，好奇怪，耶拉我杀了，结果我杀了两个人，他只给了我一颗星。啊？哎，有船来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有人来 Korea 了？不知道，你问一下。没有，我没来。有人来了。我在 C 零零。你我们需要人来 Korea 掩护一下，可能。我先找个地方蹲起来。嗯。你这颗好了，告诉我。行。我好像看见三 Lancer 飞过来了。对。你小心别摔死了。没事，我看看谁会过来。你没死吧？好了，哎，你那颗消完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去消了。行，你去吧。我好像就一颗。Vicky400。好了，我开始消星了。嗯。你进入游船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正在飘过来。哦。那刚才你去消了吗？正在消，等一会儿听到响声我就好了。嗯。哎，我听到什么东西？有船来了。好，三兰上来了。VK， 你在公屏打字也行啊。OK，WiFi。还没听到声音。嗯，还是听不见声音，那我打字。OK。好的，我的声音应该，我再去试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。我再看看是 access deny 的话，就说明我消好了。你看一下吧。还有一颗。还有啊。嗯。哦。哎，你也是两颗。等等。哦，这应该是 access deny 了，我看一下我任务出来没就行。啊，这么短应该是 deny 了。哦，我任务出来了，行了，消完了，走。他在打我的船，有人。哦。哦，我也消完了。哎，我的船爆了。嗯。我觉得要有人来接我们了，你不要把我关在那里。我的船还在。你那是什么船？单人船。我的长刀被人打烂了。嗯，有一个先锋，我的先锋被打烂了。你们需要来那个 Korea 一下，来支援。
Korea 就是说进空了吗？我打不过任何人。没有。有不超黄。哇，那就有一个先锋，有一个先锋。超黄爆了。等他们走吧。没，我进去。操！你不先锋。我知道，我想办法摸到这个先锋里面。啊，你直接在聊天框打字好了 ，VK。现在什么信息都没有。我进到这个先锋里边了，我把他干掉。可以直接干驾驶员吗？应该不行吧。驾驶员死了。哦，可以。超黄是 Mickey 的，超黄是 Mickey 的。我开上先锋了，然后咱我上来，等我上来，你上来吗？他可能一会儿他仓开了，他可能一会儿就叫走了。我操！他这个船误位置。炸了，卡了。不是啊，也跳船。好了，我知道。哎，同志们 ，VK 的超黄啊，不要打。我知道那个，我们还需要一个人来接一下。我们这边这个先锋废了，他卡 bug。对呀、啊。行，我来接。现在那里安全了，超黄是那个 VK。安全了，我知道。哎，我超黄。我派流传来接你们。我可以先上超黄，谁超黄在哪儿的？哎，不要上，不要上了，就直接上来。然后，哎 ，Mickey 的船是不是炸了？对啊 ，Mickey 的船应该被打炸了。那来接我们吧。你们什么？我准备接应，结果被先锋给打炸了。支援船典型桥段。嗯，然后我摸到那先锋里边，把他的驾驶员给炸了。先锋的那。不是有一个那个先锋不行了，那先锋卡 bug 了，没法开。够大了。哎，卡肯去哪儿了？我在这里啊，躲在阴影之下。那可以来这边等游船了。我要爆掉这个先锋啊！可以等游船了，可以。我们先飘，你游船先慢慢往前飘，我们往你游船方向飞。好了，不敢再太靠近了。OK， 你把屁股对着这边。好，转过来。OK， 我飘过去。快点，来人了！虽然是个激光， Approaching. 但我这边不显示距离。好，靠近中，准备开门。OK， 开门了。好了，进来了，我进来直飞克林。哦，我这回好像飞对了。好了，我看到了。我操！我看见那个毛虫！我操！操！操！赶紧跑！干嘛？我的船呢、啊？嗯，我知道，我要躲起来。我知道，我躲起来，以免你一会儿突入。我说这是练习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毛虫听。哦，毛虫，哦，毛虫，练习就是抢剑的一个功力，你说以后都是可以抢的这些。现在积累一点经验，最原始的抢剑。为什么会有毛虫在这儿？是自己人吗？对，都自己人，别人不会没事过来的。哎，妈的宝贝儿，呀，我也要死了。你猜为什么？因为我流血不止。哎，黄蜂是自己人吗？我流血不止了。黄蜂是自己人吗？黄蜂是自己人吗？我再问一遍。是 VK 吧？是 VK， 你看一下他名字是不是 VK？ 怎么游船的洞啊？被撞了吧？洞。那我去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他，然后我就死掉了。好坑啊！这里明明有血包，却是不让人用。是什么错觉让你觉得可以用的？我控制了一下。你停住吗？我觉得你死不了，你可能是只是出血的那个效果，但是没出血。死了。船里还有人吗？我死了，然后我死之前我把那个打死了，我把那个 Silencer 给打死了。
哎，有一个 ID 不认识的哦 ，Origin Man 是谁啊？不是我们的人。野人来了，他来了就打他。他就是刚才打我们的那个船的那个，然后把他给干掉的。嗯，人呢？你们在哪儿呢？所以游船里边现在没人？你去了一遍。哎，没人了，没人了。我跟 Three Lancer 都死了，不知道 Wiki 潜入了没有。啊 ，Wiki 在里面，你们小心了，有一个人在里面，根据可靠的线报。我操！我刚才居然卡出来 2.5 的那个 US 的那个 UI 了。那是真的，游船是 2.5。游船有部分没有进行物品 2.0 改造，就对啊，那个物品 2.0 没有更新。对，说实话，它这个萝卜很多东西都是感觉都是不行的。没有，它是来不及更，应该说是这样。就是不行了，就感觉有点敷衍了事的感觉，但是其实就是敷衍了事出来的。没有，这两艘船我觉得完成度都不错，除非有那个系统上面的 bug。但是我知道除了船的完成度，其他的简直一团糟，特别是这个最关键的就是整个系统的一个构架，现在也没见过。现在要一边完成系统一边安抚玩家，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半成品。Miki 死了，我把 Miki 干掉了，他果然躲在这儿。我靠，我卡在那个洞里面了。那个洞你得爬着过去，你那样的是过不去的。对啊。而且我发现有个 bug， 我可以看到你进来了。嗯，那个墙有的时候会变透明。你们还有人在船里吗？对啊，直接跳克林，不要跳肯瑞亚就对了。你们还有人在船里吗？没有。我觉得卡可应该在。对啊，我在。好的。注意千万不要碰到我们的地图船啊！可以停在附近，就是不要把船停得太靠近，因为船会转。比如说现在有个人的先驱，那是我是不是我之前放的姓氏先驱？那个是对一个姓氏撞在跟游船是现在是紧贴着的。哎，你们颤抖吧，哥来了。哎呀，我忘拿那个针了，我操，继续。听不到脚步声，还是根本就没人呢？我操，门都不会开了，我不会掉线了吧？哦，没有。我从大门进来也没有死啊，我因为没人在那边堵目前。不是，我是说那个 bug 你小心一点就不会出。那个 bug 我现在都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触发的。脸着地然后就秒死。没有啊，有的时候脸着地还活着。我是毛虫的前门。尴尬了。干了，现在给我打死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卡在哪儿了。不是我现在比卡在那还要糟糕，笑死我了。
我现在整个人就是以爬梯子的姿势在移动，还能开枪。我操，这个梯子原来2.5都没问题，那2.6他妈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越做越差劲。梯子原来没问题，看来已经给我打死了。鬼知道你在哪个梯子有问题是？你说哪个梯子？哎，我还不是不能玩的，我还是能玩的。来，让我跳出来，让我跳出来。谁在开枪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有空气墙挡着我。打我，打我！我就是来打你，结果刚才有空气墙挡着我。boss 了，好的，瞬间就死了，瞬间狙击。你不去找卡可吗？卡可跟三兰嫂好像都在上面。我就是在找他们。我正在过来。我靠！我卡了一个天大的 bug。哼，我要是能在奥利萨开枪，那就牛逼了。我估计萝卜要封我号。你那个就是延迟高才会卡出来的 bug， 延迟越高 bug 就越多，成正比的这个是。对，不过那个游船上的那个是真的，我上次见老外也卡了，老外上我游船玩，结果卡的呢。就为什么 CIG 一开始我自己玩起来没有这回事，结果玩家一玩就出事了，就是服务器的问题。对，谁又开枪了？应该是卡可吧，这个这是谁啊？不是吧，我不知道，我打死了一个人。我不是，我还活着，我也没看到 ID。 那就 Mickey 或者是 Three Lancer。 我还在路上。那是谁啊？那就是 Mickey。 那谁啊？那只有 Mickey 的。 Mickey 为啥不是老外？老外的可能性不大。我也觉得是我哦。看来一会儿需要他为什么不能捡子弹？这个哦，对了，是不是山寨只要你领一次之后，以后每次重生你都是有两？对啊，每次重生都有两次打击血，不用去领那个针，或者是你只有领针了才已经，就是你在掉线之前你都可以享受。对啊。我85X这个很难上的，总是出不现那个上机的那个提示。我靠，85X在侧面呀、啊。对啊，但是这是很悬的一个距离。唯一可以什么量子跃迁的小那个什么舰长机，目前的。对，但是它现在不是舰长机，为什么？一个级别的船。为什么这样子说吧？因为他现在没有一辆船能够带板的。现在就是不知道890出来以后85X还能不能跳跃。肯定的。不，有可能是暂时的。就跟有可能只是暂时的。就跟 P52 那个油料会恢复是暂时的。卡肯真会跑，不知道去哪。哎，游船的厕所好像可以用。我说你不可以坐上去。那是啥？只能开门是吧？但那个木品还没做好，逃生舱都不能用啊！我倒是想弹射一次。对，我也超想。谁又回来了？你看到了？你从船里面能听到吗？嗯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太空中没有上下左右，所以每一次来都是一样的角度，这才好玩呢。
咦，我看到你跑进去了，看能不能换你的枪，不能，看样子是不能。不是在他消，在他死那一刻你可以换。没，他的枪不知道，可能掉出船。一秒钟，我觉得他的船掉出船外了，所以我找不到他。